我三生。这个影片要来分享一个我想买非常久的东西，实际拥有之后真的只能说相见恨晚啦。 NanoLeaf 的六角灯和星座灯，除了基本的开箱内容物介绍、安装、操作以外，我也会来分享一下这个被定位是智慧灯具的产品，到底除了用来照明或是增加环境氛围的丰富以外，还可以怎么样实际搭配 HomeKit 其他的装置来串接应用，以及苹果内建的捷径 App来设定自动的情境用法。让我用简单几秒钟来讲一下为什么会对这个产品这么有兴趣。 NanoLeaf 最早是在 Kickstarter 上面募资成功，当时得到了超过2000个赞助。原本募资的东西是灯泡，后来才慢慢发展成了灯片，有三角形、正方形，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六角形。这个六角形还有异色的版本，如果家里的装潢适合的话，这个木纹也是非常好搭配的。以及目前最新的产品就是这个星座灯啦。当然除了这种形状非常炫炮的灯板灯条以外，也有基本款的灯泡，以及材质柔软，可以藏在任何狭窄细缝或是电视后面的灯条。回到今天的主角，这两组灯都有上架在苹果的官方网站或者是 Apple Store 实体店，也都有贩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件事，苹果对于这些第三方厂商的包装要求是非常高的，通常都是风格接近，设计必须干净利落，而且要拿到支援 HomeKit 这个认证和规范，门槛也比其他的高很多，必须先拿到 MFI 的认证，有传言说通过率只有不到 5% 而已。因此能经过严格的测试又上架在苹果店里面的，通常都有着极佳的开箱和使用体验。先来看看目前产品线最新的星座灯，打开包装会先看到的就是简单介绍产品的资讯，背面除了提供几个范本以外，还有快速把产品加入 HomeKit 的 QR Code。 接着就是最重要的灯条本体，我所拿到的是拥有9个灯条的组合，这个 logo 是一张不会惨叫的贴纸，很好撕下，底下是串接灯条之间会用到的9个安装板，当然如果9条不够的话也可以买扩充包。这个背面已经贴上了 3M 的无痕胶，还有他们的盖子，以及一个控制器、一个控制键，待会会详细介绍这些东西的功能，还有多副的无痕胶和 NanoLeaf 的贴纸。既然是智慧灯具，当然就是要拿出智慧手机下载 App 啦，然后开始安装上墙。第一块装上去，我才发现原来固定好之后还能旋转角度，所以如果贴上去之后发现角度需要调整，是完全不必担心需要整个重贴的。插上电源之后，就可以直接扫 QR Code 将灯具配对，并且同时新增到家庭去管理。NanoLeaf 的产品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完全无需什么水电的基础，非常简单就可以 DIY 安装。而且我想很多人不太敢入坑买这种东西的原因，就是不确定自己到底能不能摆得跟官方网站呈现的一样好看。这个问题完全不必担心，在 NanoLeaf 的 App 里面可以先进行排列组合，而且还能直接用 AR 扩增实境来真正的在你想安装的空间里面预览到底位置适不适合、大小能不能放得下。而且经过我的实际测试，这个 AR 真的是精准到不行，测出来的结果和我真正安装的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可以非常放心用这个来评估大小。选择障碍我在这边卡了超级久，因为我一直无法决定到底要摆什么图案。如果像我一样真的不知道要如何排列组合， App 也可以随机生成一些让你直接参考。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功能 Layout Detect， 简单说就是灯会知道自己现在长什么样，可以自动侦测使用者是实际如何排列组合的，并且同步这个形状到 App 里面，所以不怕发生最后装完了可能根本就上下左右颠倒之类的。要做的事情真的就只有拼上去而已，剩下的全部交给 App 搞定，非常符合苹果的精神 e Just Work。 安装好之后就会有一些内建的情境的，例如适合听 Chill 的电子乐，听嘻哈之类的，如果情境前面的符号有音符，就表示可以跟着环境音乐联动，会跟着节奏改变灯光效果，也可以把已经建立好的情境再串起来，然后是要渐变、随机、流动感都可以。如果要精准指定颜色，也能完全自定 RGB 或是直接输入色码，有1600万种颜色可以变化，也可以一块一块指定灯片单独填充要的颜色。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输入关键字让系统自动产生，譬如我输入 LEGO 得到的效果是这样，输入 Anson 得到的效果是这样。我是不知道这到底有什么判断依据啦，说不定就只是随机而已。之前我在朋友家试完 NanoLeaf 的灯，看到最有趣的就是在设定好自己的颜色或是光线之后，你也可以上传上去让其他人下载。当然如果没有灵感，上面也有无数别人已经写好的，直接下载下来就可以套用。有直接下载单一情境的，譬如这个黑武士达斯维达的情境，或是 Cyberpunk，
也有类似音乐的播放清单一样，可以连续跑好几个情境的，像这个就是万圣节模式，或是 PlayStation 模式。总之，光是这个就可以玩很久了。当然，我相信很多人应该跟我一样，想说如果只是开个灯或是简单调整一下亮度，都要拿出手机的话，是很麻烦的事情。这个完全不必担心。其中一个控制器可以安装在平常最容易摸到的位置，上面除了开关，还可以调整亮度、随机或是照顺序切换情境模式，也可以直接启用侦测音乐的灯光模式。顺便提一下，之前我有用过飞利浦的 Hue， 但他们家有一个缺点，就是需要透过接收器来控制。一个房间就需要透过一个接收器，而且接收器本身的价钱并不便宜。NanoLeaf 这样直接把接收器整合在每一组灯具里面，比较可以灵活弹性的运用。而且今天会讲到的两组灯都支援 Thread 这个比较新的技术，也就是比蓝牙、WiFi 这种单一连线来源更可靠的方式。而且每个支援 Thread 的装置都会互相连接起来，变成一种网状的串联网路，具有扩展范围的功能。大致可以理解为讯号会在每个装置都延伸又彼此连接，这样所以可以得到更大更稳定的连线范围。还有飞利浦的灯条是无法像星座灯这样做出每一个区块不同颜色的，每一条就是一个颜色，除非是电视用的渐变灯条啦。星座灯则是每一个灯条有两个区块，因此可以打出更丰富的效果。除了直接听音变色的功能以外，如果平常习惯使用电脑来追剧或是打电动，无论 macOS 还是 Windows， 到官方网站下载 NanoLeaf 的桌面版 App， 就可以让灯具与电脑的画面同步，将画面延伸至荧幕外，让整个环境跟着荧幕的内容一起改变。更厉害的是，如果有 Razer 的设备，例如键盘、耳机或是滑鼠， NanoLeaf 也可以直接 Razer Chroma Connect 将所有设备同步颜色。这个桌面版的 App 当然也可以做到手机版能做的各种管理和操作，所以如果真的买到一个程度灯多到不行的话，也可以用电脑管理，很方便。第二组灯是六角形的灯板，开箱会先看到的同样是印有 HomeKit 配对的小卡以及简易说明书，不过安装过程实在非常简单，即使不看也可以很直觉知道该怎么做。灯板拿起来之后，同样也是控制器、电源以及连接灯板的零件，还有一个小信封，里面放了固定灯板用的无痕胶。一开箱会先看到第一片灯板，还有特别提醒说要压住30秒，与 App 配对的流程跟星座灯相同的，里面也有提供可以先模拟排列组合的 AR 预览，和前面相同，我就不再重复叙述了。这个六角灯板我会想购买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家非常的黑漆漆，只有打轨道灯在玩具上面而已。看书的时候，除非特别把这个轨道灯转个方向，不然眼睛感觉很容易烂掉。之前看照片，本来想说这种东西应该定位就是纯粹的情境灯而已，去朋友家看了实物才发现，原来亮度可以这么高。我实际测试开启内建的阅读模式，打出来的亮度是完全可以拿来看书的。而且或许是因为灯片这样一排打出来的光均匀柔和，阅读起来出乎意料的舒服。而且也和星座灯相同，是具有实体按键的，也可以摆放在任何其中一块的边上面。该有的音乐灯光模式也同样具备。六角灯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玩法是触控感应，可以自己在 App 里面自定往上下左右手势要对应什么功能，像是提升、降低亮度、上下一个场景或是随机场景之类的，也可以设定轻点一下、轻点两下，或是长按要对应到什么情境。而且厉害的是，每一块都可以独立设定。譬如说，点第一块是阅读模式，点第二块是夜店模式这样。而且还有一些情景是可以拿来玩游戏的，像这个就是翻扑克牌一样，要靠记忆力找出两块相同颜色的灯。那如果像我一样，一个房间里面拥有超过一个他们家的产品，也可以设定成一组，一次操控整个房间的光源。当然，就像我的 Apple Watch Series 7开箱的影片一样，很多人关心的一定不只是产品到底规格多好，或是纯粹看看它跟别家有什么不同而已，而是真正的在我的生活中可以拿来做什么。前面有提到，这两组灯最棒的点，除了具有 HomeKit 认证以外，还有就是可以搭配苹果的捷径 App。当然，灯具也都支援 Google Assistant 或是 Amazon 的 Alexa。所以如果家里比较多这两家可以联动的产品，也都可以试试看互相搭配起来。不过搭配苹果的话，这个捷径 App 就真的是更上一层楼了，可以串起来里面所有其他智慧家电以外，更可以深入整合到 iOS 的 App 里面。先从简单的应用情境说起，最基本的当然就是搭配家庭 App， 可以做到第一个人到家的时候就自动开灯，或是最后一个人离开家的时候自动关灯。而我个人第一个想到这个灯可以使用的，就是搭配捷径 App， 设定每当我的闹钟响的时候，房间里面的灯就启用自然光。这个搭配 Apple Watch 的轻拍手腕的功能，可以让起床这件痛苦的事情
变得比较温和一点。设定方法很简单，打开这个解禁 APP， 点右上角的加，制作个人化操作，选择闹钟，然后看是要设为稍后提醒时或是停止时，然后从下往上滑，在 APP 页面里面找到家庭，接着控制你的家，然后选择你要的情境，譬如说我已经下载好一个我觉得适合起床用的情境，再选择哪些灯要套用这个情境，就这么简单。再举一个进阶的用法，譬如说我有一个 if 的温度湿度计，可以设定关闭闹钟之后根据温度来提示在灯光的颜色。做法是先打开 NanoLeaf 的 app， 分别设定好想要的颜色，譬如说先打开星座灯，创造一个新的情境，这边我先选择基本的颜色，那如果我有点热又不太热的时候想要用黄色，再热一点我会用到橘色，冷一点可能就是绿色蓝色。然后像如果我同一个房间里面有两组灯，想让整个房间变成相同颜色，那就打开六角灯也建立一个一样的黄色，并且把它们指定为一组的颜色。把想要的颜色都建立好之后，打开解禁 APP， 新增自动化操作，看是要个人用或是家庭用，然后取得 if room 目前的温度。如果这个装置侦测到的温度是20度以下，房间的灯光显示为蓝色；21到24度时，灯光显示绿色；25到28显示黄色；29到32显示橘色；33到35则显示红色；36以上还可以使用激烈的红色警告。这个数值也可以改变成湿度计，譬如说拿来放公仔玩具的空间，控制湿度是很重要的，也可以作为一个指示灯，而不是单纯的照明设备而已。或是这个 if 其实也有空气品质，如果是比较容易过敏的族群，也可以依照空气品质来制定对应的颜色。家里如果有空气清净机或是除湿机、冷气都具有 HomeKit 的话，那更可以譬如说搭配湿度高于60的时候，环境变为橘色，并且开始强力除湿；当湿度低于 40%， 环境转为柔和的绿色，让环境、家电还有灯光都完全联动起来。再譬如说前面不是有提到两组灯都可以侦测音乐跟着节拍一起闪烁吗？加强版的用法，同样使用捷径功能，搭配 Apple Music， 可以一句话搞定播放音乐以及环境灯光的情境转变。做法：打开捷径 App， 右上角新增一个捷径，然后首先将播放位置设定成 HomePod Mini， 当然你也可以指定为其他 AirPlay 音响，或是直接用 iPhone 播放。接着，为了避免音量过大吓到，或是过低以为根本就没有触发，我会将音量指定为 70%。再来是指定你要播放的清单、专辑或是歌曲。然后再指定灯要变成什么情境，记得给这个情境一个比较不会让 Siri 混淆的名字。譬如说，如果你把情境设定为周杰伦，他很可能就会去找周杰伦的维基百科，或是播放 Apple Music 上他们整理好的周杰伦必放歌单，而不是执行这个你设定好的捷径。建立好之后，只需要跟 Siri 说一句 ：“Hey Siri， 摇来摇去。”好的。Hey Siri， 泛古的感觉。完成了。一句话就能同时播放指定的音乐，环境也会变成对应的情境。除此之外，还能把灯具变成警告灯。同样打开捷径 APP， 新增自动化操作，看是要个人或是家庭用。拉到最下面有一个声音辨识，接着就可以看是要听到什么声音的时候警告。里面有猫叫、狗叫、婴儿叫、大喊、敲门、咳嗽等等。接着加入动作地方，选择家庭 APP， 然后控制你的家。选择已经建立好的情境，譬如我就用前面的红色警告，然后选择哪一个灯要套用此情境。既然是警告，当然就先不要询问了。接着打开声音辨识的选项，开启之后只要出现了刚刚选择的声音，灯具就会变成激烈的警告灯，并且在 iPhone 上面收到通知说有情况发生了。如果出国的时候搭配门窗有 HomeKey 电子锁或是警报器，也可以串在一起，并且用 HomePod 播报人声，假装有人在家，把小偷吓跑之类的。总之，支援三大智慧家庭平台是真正的具有无限多种用法，真的就是看你还能想到怎么用了。补充一个像我一样有长线强迫症的人的话，或许会遇到的问题，也就是除非装潢的时候就已经预先规划好，否则实在很难把线藏得漂亮。像这样一条线在外面挂着，实在非常破坏好看灯具带来的效果。特别是像我家或是工作室墙壁都有刷成特殊的颜色，一条白色的线挂在那边真的很明显。其实可以到五金行买这种压条，一条20几块而已。只要把这个东西涂成相同的颜色，又藏在边边角角的话，线的存在感就会降低非常非常多。总结一下，给有兴趣购买的人一些参考的心得。我之所以会对这个灯这么有兴趣，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炫炮。应该很多人和我一样，住家或是工作场所都是租来的。
只需要一组灯就可以快速让整个环境变得不一样。我认为算是非常值得的投资，毕竟很多房子租来可能都是那种很古老的丑灯，又不想花钱请人刷油漆，也不想大兴土木换掉灯具，转到房东或是下一位房客。那这种可以随时带着走的灯具真的非常适合，而且附的都是无痕胶，也不用怕房东要你恢复原状的话会很麻烦，很轻松就可以让空间变得不一样，很有你的风格。第二个是出乎意料的亮度，之前一直比较犹豫要不要下手六角灯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很怕这个真的只是纯粹的炫炮灯，不具有可以拿来看书用电脑的亮度。不过我实际装起来之后，发现阅读模式真的是完全没问题，而且还出乎意料的极为适合，柔和不刺眼的光线看书真的非常舒服。不过要提醒一下，灯距越远，照度肯定就是越低的，所以要考虑一下距离这件事情。顺便提供一下官方数据。六角灯每片的亮度是100流明，星座灯每条则是20流明，而星座灯因为又是打在墙壁的间接照明，因此单纯论适合阅读这件事的话，星座灯肯定不会有六角灯适合。但相对单纯论观赏性的话，我个人认为星座灯实在是更有气氛，更炫炮。第三，如果家里有越来越多智慧家电，那能串起来做的事情也就越多。非常建议 iOS 使用者可以研究看看捷径这个 app。或许能让所有的智慧家电都产生出更多以前没有想过的玩法，也很欢迎在底下留言讨论。第四点是能上架在苹果的商品，基本上都不用太担心会失望。这两组灯我玩起来真的是从包装、开箱、体验到安装过程、实际使用，都是满满的 e j e s s w o r l d。 特别是灯装上去 ，App 就会自己辨识，知道现在自己长什么样子。这种细节真的是不知道经过多少努力才达成的，不用担心买回去不会安装之类的，真的非常简单。最后就是两款灯都可以很自由改变形状。虽然说星座灯每一段之间的连接点都需要一个无痕胶来固定，比起六角灯麻烦一点，但即使不移动这些连接点，也能轻松的改变形状。对于喜欢偶尔让家里在不变中求变的人，肯定是个非常好的东西。而且就算物理上面的位置不变，光是 App 里面逛不完的情境直接拿来套用，就真的是玩不完了。之前在朋友家想说他也太夸张了，整个房间里所有灯居然都是串 HomeKit， 而且光是六角灯就有40几片。我自己装上两组灯在房间之后就真的懂了，而且六角灯一组嫌不够，那就再来一组，动口不动手的感觉真的是太爽。Hey Siri， 把亮度调到 70%。 在这个影片拍摄一半之际，没想到还推出了10周年的黑色三角特别款，这对于我平常打电动的客厅就是黑漆漆的配色，实在非常适合啊。我已经在思考好像每个空间都需要这么个灯，这种东西真的跟 4K 电视一样，还没有实际看过的时候觉得是能跟 1080p 差多少，但是你真的玩过看过，差点接不要错过，那是我的 Podcast 节目。当你真的玩过看过体验过拥有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回不去了。最后感谢凡球照明赞助其中一组灯具，如果这个影片有成功推坑到你的话，记得到 NanoLeaf 的台湾总代理凡球照明购买，而且输入折扣代码还能享有优惠哦。连结和资讯在下方，有兴趣一定要逛逛。买我三声，下个影片见。 Hey Siri， 关灯。